的那个表妹儿，今天今生来见多少缤纷五彩花谢花开。我的那个表妹儿，你可明白呀，好花要靠自己去佩戴。我的那个表妹儿是个好女孩，就像是稻谷早早二月初开。我的那个表妹儿，你可明白呀，多少风雨在人生路上迈。哎，啷个啷啷个里根啷，红花老海棠呀，啊，多少风雨在人生路上迈。表妹儿呀，表妹儿，天真又可爱呀，啊哈，我愿意我盼你早日长成才呀，啊哈，月光下勾勾手，一个月回呀，美好的生活自己去安排，美好的生活。哎呀，爪子！哎呀，爪子！哎呀，换个了，你再来嘛，再来嘛，我冒球了！哎，人家都冒球了，那个踢足球嘛，都还有活力冲撞噻，何况我两个，哎呀，那是真人节奏。放开！哎呀，你这个样子正常接触啊？我人遭不住，哎呀，算了，你这个啥子礼仪训练，啥个啥个啥个？那能够，我们来学，礼仪。老慢你，动手动脚的，哪样子搞的嘛？你不站起来，我只有拉你了噻。那就起来。哦，对了，要是掌声，你放在外地你就说 ，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就是说 ，Good morning。他要走了，你就说 Good morning。他要给你小姐，你就说三个人混在一起。你这东西太累了，哎呀，我不学了，我不学了。啊，好好好，行了行了，我也走累了，哎呀，你要学东西噻，是没人喽。不过啊，你还是聪明。会学的会的。哎，你莫听声奉承话，说好听的话给我听。好，你好。哎，我问你，我吗？你说我聪明，说我好，我到底哪点子好啊？哦，比如你的中江普通话，就比我的重庆普通话要说得好些呀。这个倒是老实话，不是说的话嘛，硬是说的话。我们的中间话根本就没得啥子土话，有啊，只有低根。说的好，你可是行进去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刚才啊，又是摆，又是跳，又是闹的。我饿饭了，来，我去吃饭。哎，那个只晓得吃饭喽。哎，老子不吃饭，哎。人是刚换出去，是要吃饭。哎呀，那个饭呢，顿顿都要吃。你出去在那个夜总会当迎宾小姐，不但要注意这个性行为，还要注意别有研究啊。你怪错怪老弟，你是哪里这个面容是麻辣味生就的，哪子研究啊？这就是我要你学的了嘛，啊，研究面容，化妆嘛，啊。化妆？哎。哦，我发不来妆哦。我愿意来效劳噻。啊、哦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。那有男的在女的脸上摸来摸去的道理，那怪物。都啥子年代了哦？你啷个还在说解放前的话哟？我跟你说，那些女明星，跟他们化妆的全部是男化妆师。男的。啊，我觉得我还骗你吗？啊，你的意思是现在我脸上化妆？妈，你想在我脸上啷个子化呢？哦，比如你这个眉毛就没画好嘛，这个眉毛就要画得像花米娘。花米娘？
那嘴巴呢？啥子嘴巴哟？嘴唇。嘿嘿，这个嘴唇呐、啊，就要擦得来像红嘴鱼。红嘴鱼？啊啊！人家以为我吃了人喝了人血的。不会不会。那眼睛呢？这个眼睛要画成双眼皮。三眼皮像狗那么一样，这个胸脯就要拱得来像荷兰猪牛，这个屁股啊就要翘得来像澳洲黑，哎呦，那个头发就要冲得来像火炮筒啊！你莫说怪话了。哎，我是正正经经的跟你两个说哟，啷个是说怪话呀？啊，你以为我不懂说？我问你，化妆是不是化脸？哎，挂脸嘛？对了，那你刚刚说啥子？胸部要鼓起，那个屁股啊，腰都不高。哎呀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！我操你！你在这弄弄走吧！哎，你们，我们吃饭去了，吃海鲜啊！其实，要是你真的不愿意的话。我还是不会把你啷个的。早就跟你说了的，你莫要总这样子对我，要扯结婚证，扯的哪样？哎呀，啷个一说到就要扯结婚证喽？是要扯结婚证嘛，妈妈。哎，我是黄坤啊。表妹儿，你晓不晓得哟？你这次这个行动是检举了一件大贪污案喽。哎，应该受到嘉奖的。妈，我问你哦，你跟我说老实话哈。这个公司弄那么多的银行存折，你是不是有意的交给银行去交给办公室的哟？我交的。乖乖了，交错了。我本来是交给谭大哥的，他不在，正好就交到要抓他那个人去收。哎呦，那你把谭志庄屋头收收的那些赃物，拿到院坝头去斩呢，让他的罪行暴露，那你也是无意的啊。说我是有意的，那才叫冤枉哦。谭大哥对我那么好，我哪会成他的冤枉啊？我就是看他们家的东西啊，全部收了一个了。我看到有太阳，我拿出去晒一下的。我跟你说，谭志庄夫妇啊是大贪官、大蛀虫，已经被检察机关关起来了。你根本不要怕打击报复，你也不要谦虚。我谦啥子虚哟？我说的啊，你是老实吧？好，我相信你哈。表妹，我再问你个事情哈。那30万块钱的赃款，你直接提到派出所头来。你硬是至少我们带个路啊！我就是没找到路哎，我看到盖上一个牌牌写的是有困难找警察。再说啊，成都那个路啊，跟蜘蛛网一样的密密麻麻的，我走到走到的，我就打不到方向了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们来了。会子，表妹儿啊，表妹儿啊，我们还以为你是反腐的斗士采取的斗争策略哟。没想到啊。老实跟你说，我们所长还准备给你请功哦。啊，请功啊。我哪是那么闷哎。好了，表妹，不说了，你还有啥子需要说清楚的？没有说清楚的啊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我可以走了哈。可以走了，回家了。警察叔叔，警察娘娘，我给你们打麻烦了，我就走高了啊。谢高了，谢高了。走好，好。好。慢慢走啊。农村姑娘还是老实。老实。大哥咋鸡翘翘的？是你
咦，呸，不要脸，走走走。你来了，有啥子事情进去说，先喝杯水消下气。哎呀，你我两个啥子事情啊，都是好说的。走走走，让开。啥子嘛，你也晓得你那些事情，说出来你脸上不好过啊。为的噻，这些事情说出去你的脸上就好过吗？哎呀，走走走，有啥子事情到屋头去说，没得啥子的，啥子都好说。走嘛，哎呀，走嘛，慢慢说嘛。来，请喝水，看着吧。你说你娃还去不去找他？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，你就要弄清楚，不是我主动找他，是他骨头在扭我。那既然你那么说，那你我做个保证，保证你今后怎么也不去找他。哎，桌子撇烂光了哦，好烂了咋子嘛？好烂坏你就是了。哎，你们不怕你说？啊，你不怕你说？先跟你说哈，你不要把我惹毛瓜了。你要是把我惹毛了，那你就是那一间的鸡，活不到好久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把我逼急了。你要是把我逼急的话，你娃那就成了刘玉娟的水蜜桃。哼，那个可是要挑破的哦。听你这个口气，今天啊你好像是要生点事，是掐不出这个门的哦。啥子嘛，你这个样子你想跟我凶起说，你要干嘛？你又不怕你说，随便你要爪子，随便你爪子，我先是给你爪子，不还是非管你管来了，你看我这来爪子。我跟你说不是我不会管，主要是你咋个鸡笑笑狗舔狗似的，咋个会你拿不上没办法，你来说说来，你怕死不了。你们俩还拼命啊。哎，那是你的。哎，那么会是你啊？阿南，你们俩认得到啊？哎，啊，晃到晃到，把刀晃到，晃到晃到晃到，这啥子事情吗？好说吗？莫弄得神车大汗的。算了，我走了。啊，你，我把账给你，成全你们噻。啊，你不忙。既然你都这么样子讲了，我也算了，再也不去找他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啊？吐出来的口水，还收得回去吗？你还信你一辆开玩笑哦？那我相信你，谢谢你了。我先走了。那你就慢慢走了啊。嗯，那你有空跟我联系吗？要得，有空嘛，我们两个再慢慢的摆。嘿，慢走了。这乖嘞，他们搞些啥子名堂嘞？我说老高啊，这是他的研究论文，你看一下吧。老师多指教，不客气。那么啊，你把你的学生跟我带起来是个啥意思？哎，老高啊，你是晓得的，我有病，经常都撑不到好久。这个学生他很用功，我不想耽误他。请高老师看在莫老师的份上，收下我这个学生。哎，你叫啥名字啊？我叫电生。哈，电生是云南人吧？对，云南人。你的四川话说得很好嘛。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。好，我们就算说定了，这位学生那就交给你了啊。老吴啊，要注意身体啊。酒要少喝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一个男人家咋个一说话就像个女人那么啰嗦的。你是老虎不开铁老虎，你没晓得我一直处在有阳病的状态中是吧？你总不能说我内心的小宇宙天地混沌还要来个男女平衡的过程嘛。老朋友，
看来最近有啥子事使你如此兴奋，连嘴巴也比往前厉害多了哎。心态在年轻化嘛。哦，照此说来，那里还有第二春哦。嗯，小陈爷爷，哦，不要开玩笑。电生，从今往后你要好生跟到高老师哦。哎，莫慌，我送你。哎呀，送啥子送哦？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嘛。你就自顾吧。我失去了胡子。哦，那就一起整嘛，一起整嘛。先生啊，啊，进屋，经常来嘛啊。好，老高，你就不要送了啊。高老师，你就请回哈。啊，慢慢走。那我们走了。好。哎，老高，你的包子，你拿的过来了。哎呀，杨教授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没有。嗯。哎，你们两个到底出了啷子事哎？你跟我说一下哎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一个人把个人管好就对了，我的事情啊，少过问。我发现你们两个在真空吃醋的。哎。不晓得你不要在这装晓得哦，啥子真空之处打不来出，没得这回事啊？当然没得。那要得，我就给你介绍个男朋友。嘿，你才是人小鬼大嘞，个人都没整清他，还想去给我找个男朋友？哼，你莫把我看扁个了，今后二天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来，把你吓得我打一跳。要得嘛，我就看你去给我找个啥子样子的人来。我晓得去找高老师，啊，高老师给你介绍一个。对的，你就去找你那个高教授，看他给我找一个啥子样子的男朋友。那你说吧，三叔。红了吹哦你，光去把工的工作找到。我上班去了啊，哼，我走到了啊，嗯，哎，妈，哎，你是哎，啥子事？你快说啊！你不是说个带我到你们夜场去耍一下？这个啊是夜总会的地址。你找人问到那个地方来，我在大门口等你啊、哦！哎，你莫忘了啊！不要过，这个我们赔得起啊。
对不起，自己找经理说去。你表示的那么纠结啊，哪个怕哪个？哼，这超市头啊，多么大个经理，嘿，都没把我当门哎，你，哼，走就走，在哪个套套啊？走，在楼上。走，哦。今天晚上是铁邀喜剧明星梅山表妹到我们夜总会来演出，人都坐满了。嘿，你现在来跟我说梅山表妹不来了，你这不是从盒子吗？咋个啦？哎，我先把丑话给你说到前头啊，如果表妹不来，造成你一切经济损失，要用你们演出公司负责。经理，经理，哎。经理，哎呀，啥子事情嘛？我那么忙呢。这个女儿子把门厅的灯先打坏了。打烂了嘛，就喊到赔就是了嘛。经理，经理，顾客闹出来了。今天晚上啊，梅山表妹不能到此来演出了。
但是呢，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冉冉升起的星星中奖表妹来为我们大家表演。钻出个表妹来了哦！我说起表妹，你看你嘛，一副色眯眯的样子，穷啊我晓得。我跟你讲哈，我表妹是乡巴头来的，又土又丑，你莫乱想摊儿开水喝。哎呀，你说些啥子哦？我那人虽然有点好色嘛，但是我不会乱来哟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刚才那个晚香园的经理江水花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们那里请了一个农村妹子在那里演出，效果好得很。农村来的啊！哎呀，说不定都是我们表妹。哎呀，你快带我去看啊！等等，来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黄总啊！哎呀，你真的来了啊！哎呀，我等你好久啊！来来来来来，黄总，这个中奖表妹啊，简直是摆了，我眼光好得很啊！来来来，黄总啊，你看一下子，别老是买的。
子庄找，两口子都遭抓了。找了这个工人，保证你满意。脚痛，哎，这哈，好远，弄了弄了，你看嘛，这儿这个门就是的了。哦，那你去把人喊出来。进。哎呀呀呀！那你去把人喊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就在这儿等到起。哎，你们和我一起去没有？要、哎。这个热天热死的，进哪个的屋头都不方便。你去喊出来嘛！哎，好嘛，那你们在这儿等着，不要走哈！哎，等着哈，等着！快快快出来哈！哎，不喊，快快快出出出出来！哎，正好你们俩都在。哎，我晓得表妹没得工资，我给你找了个老板来。哎，你晓得？你怎么晓得表妹没得工作的哦？哎，看报纸嘛，这塔子庄被抓了。哎，哪个都晓得的。他这一抓，表妹没得工资了。你说对不对？你啊，看起来嘛，其实啊是粗中带细。哎哎，这个女的是做啥子的？你哪么认识她的哦？我还是认不到，我是从劳氏山把她轰击过来的。哎，你哪么也学会轰人管啦？不是的，我在劳氏山听到老孙要找一个女工，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个女工。他就跟俺一起来了。这起的啊。嗯。好，那好啊，要走我们出去谈，好吧？嗯，要得嘛，要得嘛。王三儿，听我跟你说，等会儿啊，你自己把眼睛擦亮一点，仔细挑哈。都快30岁的人了，还找不到婆娘，硬是恼火哟。接那个印刷厂啊，就这样子都嫌人多，还招啥子工嘛？纯粹是给你招。要婆娘嘛？给你招婆娘嘛？招。哎，这个我们表妹来了，就是她。你叫啥子名字呢？我叫冯少发。听你口音好像是中江来的。今年好大了？22岁。耍男朋友没呢？平庸。平庸弄不接到、啊、好嘛，平庸，把你的身份证给我嘛。我的身份证啊，他的身份证遭骗子骗去走光了。哦，是的是的。哎，你没得身份证，哪个敢找你呢？哎，平庸、哎、这个人都是平庸了、这个人都是平庸、平庸认真是个活
人嘛。嗯嗯。好嘛，平庸平庸。谢光了，谢光了。喂，他们是我带起来了。哎，芒哥，谢光你了吗？你咋晓得是云茶餐呢？你有啥子事啊？正子去的。啊。我是找到这儿来吃火炉的，这个是他们给我的门牌号哎。嗯，对，就是这儿。哦。进来吧。等我等我。他怪哦，他们啷么两个门牌牌都不挂哎？哎呀，挂上门牌了，他们要赶紧去。正子去的。喂。陈老板来了，还带个女的。哦，我晓得了。大强妹儿，哎，这个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办公室，进去嘛。哎，那么这个厂这钩子大点儿嘞？哎呀，用几本书，要好大的厂子。好，你上去哈。啊，怎么去呀？好，再见再见。谢光了，谢光了。哎呀，陈老板，你还是那么凶哦！勾兑猎物也不是这样子勾兑噻。哎，哪个和你要勾兑猎物？你再那个样子说，我喊你出去。哎，算了，开句玩笑，你把脸绷起做啥子？哎呀，你就是不了解人家的心情。哎呀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我走那么远，我喝水噻。哎，木马，听说还来了一位的嘛？来了一位。是个女的。哦，他们鬼了。那个女的是你招来的工人，找不到路，我把她引来王三儿办公室去了。你是说那个中江表妹儿嗦？哦，那个中江表妹儿。说是哪个？有没得人啊？我是来找你报道的。说报啊！我这下午送啥子报？哎呀，你硬是弄这回安民哎！我是表妹，我是你新招来做火炉的工人哎！哎，你快点吃了，快点吃了！哎，亲家，这还头发，头发！我表妹儿。反应我心慌哎！啊，我反应了。来，那你就来，哎，坐到，是吧？哎，我给你倒茶，来，你喝水啊，我就坐这儿了。哎，坐着嘛，哎，喝水。哎呀，你看你哟，脑壳上的白头发又多了好多哟。哎，啷个不多嘛？我那几本书，你到现在还没给我印。赚不到钱，书卖不出去，难过不多白头发。哎呀，不是我不给你印，只是这两天啊，检查的实在太凶了。哎呀，检查嘛是白天嘛，晚上的话那些工人加班加的干不噻。嘿嘿，你说加班就加班啊？啊妈，你要啥子呢？先亲一个的。嗯，对嘛。哎，你们两个开玩笑的。
坐你王科长的位置啊？俺莫来头。嘿，哪那么得行啊？这个是你的位置，我怎么坐哎？这把椅子坐到啊！好，你说话你是急死人瓜了。那啷个办？哎，怎么子去吧？你干脆把它写到纸上，我觉得这个样子还亲自些。我哦。写哦哦，把我要做的活路写到纸上。不说我写。哦，从现在起你就跟我说我该做啥子活路，你写给我。你要做活三。嗨，写到纸上做些活路。啊，我你写。做的睡觉、看书、赶工资，哎呀。这个就是我的活路啊。你爱看。喊我先看书。既不稀罕。这个活路你太轻松过了。哎，表姐是你不？老王，哎，现在这个地方是哪样啊？哎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表妹上班的地方。哎，你看，不得哦。不看，睡不着觉。你看哇，说你是个盲点，一点都不得假的。我主要是好久都没看到他。哎，我去给你喊个车哈。哎，那就这个地方有车子，上我自己就喊到。哎，你说话。今天的事你不要忘了，要经常来看我。我晓得，哎，我那个书，我找点东西来。哎，我晓得，晓得，晓得。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妈妈，我问你个事情啊，你是不是喜欢表妹？哎，你那书做啥子？哎呀，少在那儿装疯没晓得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表妹？光是喜不喜欢？我都不晓得说什么。难说说，哎，但是说老实话哦。说老实话，要是有条件了哦，我还觉得行。条件？是哦，我现在挣钱又挣得结棍，不敢想的。那你现在一个月挣好多钱啊？我是日结厨师，又有厨师证，每个月工资单已经交齐了嘛，大概就是三九百。相当的不错了哇、啊！那你的意思无可调节了？咱现在那个美，你太是无可调节。要说条件的话，你还差得远，还要好生努力哟、哦。你都是来偷吃的。哎呀，开玩笑的，莫认真哦。哎呀，我妈我们来这来是出了名的讲义气，大家都还是晓得的。你要是让表妹给我弄到了手，这谁呀？你是啥子么的？有啥子话哦？啥子弄到手了？我手错了，是家那个。哎呀，叫恋爱成功，懂不懂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恋爱成功，恋爱成功。我是只有你的家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些那些都不说了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听我的。你什么？是送香肠吗？还有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还送啥子东西吧？首先啊，改变下你的形象，你看你啊，头发就跟乱脚一样的，衣服呢缝里歪样的，裤儿穿得九起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我没看得上你啊。那你是要早餐的那个？啊，再见呗。看到他们有几百人？那就好，走。哎哎哎，到哪儿去了？
百货公司去改变你的形象哇。我知道是对还是错，道路是自己选择，高楼下有绿荫也有花朵，至少那些山野的清新洒脱和那份自由自在的执着。用心去开拓自己的生活。